村长问你个事情。什么事啊？村长会魔法。村长会魔法？你相不相信村长会魔法？啥？你比如说，你看，董爸爸现在在做饭，他没有笑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用我的魔法让董爸爸笑，你看。下一个。一。再下一个。下一个。想不想学这个魔法？想。过来。村长。我告诉你。停！等会儿我就把你从那湿淋淋的。我教给你变魔法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今天很多的宝贝的妈妈都来了，你想你的妈妈吗？想。你想她吗？想。那村长教给你一个魔法，你现在就想着妈妈的样子，闭眼睛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来。说一句魔法的咒语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句魔法的咒语很厉害的，你就要说“妈妈我爱你”说五遍，好不好？妈妈我爱你，妈妈我爱你，妈妈我爱你。嗯，只有两遍，所以出不来啊。四、五啊，我爱你。四你还没说呢。四你都没说。四什么？四说妈妈我爱你啊。说。好。妈妈我爱你，好，最后一遍，妈妈我爱你，再大喊一声，妈妈我爱你，看到妈妈了吗？没有啊。哎呀，这个魔法怎么不灵了呢？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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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想你。坐一下好不好？我让妈妈坐一下。他叫狗爸爸。爸爸你真棒。好，女儿你也真棒，爸爸爱你。现在爸爸骑车又开到我们家。哎呦，很不错哟。你可以躺上去试试。试试吧。试试吧，很舒服。妈妈躺下好累的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挺舒服的。客官们上菜了。上菜啦！进去，吃。香吗？还可以。还行吧，董爸爸第一次做这个，好吃就多吃点。好厉害，现在会自己夹肉了是吧？这才长大很多。是啊。是，我觉得身高也长了一点。董妈妈照顾你很辛苦的哟，知不知道？你要多关心董妈妈，知不知道？哎，你又跳起来了，今天开心了是吧？来，哎呀，你多关心爸爸，知不知道？